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04集，今天给大家做工作室系列第86号系列啊，工作室系列当中的86号系列，恐龙小队里头的淤泥雷龙啊，这款玩具我期待度比较高啊，毕竟过去的恐龙的玩具呢，我只有在至尊神力系列收满了 Deluxe Class， 当然呢几个玩具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除了钢索 Voyage Class 那个我觉得 NG 之外，其他四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一款的话呢，是这一波的玩具里头呢因为它是 L 级，所以它还保存着这个盒子的话呢是完整封起来的啊。那透明炮壳还真的是给它不见了，我们也看不见了。那这个合会的话呢是这个雷龙淤泥跟很多鲨鱼精做激战的画面，这个合会确实好看。那玩具本身呢网络上的话呢已经有不少的开箱的评价啊，那确实它有两个大毛病啊，第一个是它的关节整体是偏松的啊，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最松的呢恐怕是后面这个，它完全是卡不住的。原则上呢理论上它是应该是这里如果能够打个铆钉啊什么的话呢会好上很多，但是它完全就没有啊，这个直接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抗拒任何地心引力的这个诱惑了啊。那么第二个缺点的话呢则是一个横向的比较啊，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先前一样是恐龙小队的另外两个成员，你会发现呢它少了个跟班啊，这个其他的两位的话呢都还有附带小人偶，这唯独它的话呢是没有啊。那么补偿在哪呢可能只能说他的武器有上漆吧啊，这个补偿不知道各位觉得你能不能接受啊。那么我们来把这几个成员呢放在一起啊，很壮观啊，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啊，剩下两位成员呢应该也会有 L 级吧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期待他什么时候出了啊。那么以关节的紧实度来说呢，这一款钢索啊做到非常的好，恰到好处。然后这一款的这个三角龙的话呢则是更偏紧一点点，可能有人更喜欢这种手感。而相较于这两个之前推出的成员呢，我们这一次的雷龙的话呢却就实际上呢也不能说它松到什么程度啊，除了这个是太明显之外，其他的话呢你必须在变形推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特别去感觉得到。那我个人最在意的呢则是它的这个膝盖啊跟这个髋部的这个髋部啊，它其实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摩擦感，但是它实际上它几乎没有任何的支撑力度。这里也是一样啊，这个形同虚设啊，就如果不是说这个人物的脚底板很大的话，那往后倒是根本是不能避免的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也如果以变形的乐趣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淤泥呢好过先前的钢索还有这个三角龙，我觉得都还要有趣的多。那就是手感上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个不是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吧。拳头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武器呢是有上金色的漆面。那我们家现在外头的社区啊有一个施工啊，所以我们家这里已经连续三四个礼拜吧，白天都有这个施工队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我现在白天都不能录节目啊，我都必须等到晚上才来录，然后晚上剪完影片上传可能11点多。那所以各位经常看到我半夜2点半把影片发出来，那个其实不是我故意的，是真的没有办法啊。然后它的可动的话呢，头部就是一个左右转动啊，上下的话由于一个板子可以动，手臂的话呢平举没有问题，360度的转动啊也没有问题。这个肩膀有一个齿轮的一个感受啊，这个是难得的一个加分啊，我这个肩膀如果有齿轮关节我觉得就很赞了啊。然后腰身可以转动，脚前后左右踢啊，能想象能动的差不多也都有了。那么细节的表现呢我觉得也不错啊，特别是胸口啊，这里有一些像是仪表板什么的一个感觉，那这个线条啊什么的美型度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吧啊，以我的审美观来说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背后这两个地方的银漆也很漂亮啊，但就是个松啊，这是的，塑胶也有一点软，那这个就主要还是松啊，这个在变形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它的一个不太友善啊。那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啊，刚刚有大概提了一下吧，就是说如果单纯就变形来说它可能是胜过之前的两款恐龙小队的玩具，那但是呢由于它的关节呢比较松啊，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有一些就是松弛的感觉，就感觉很差了啊。我们拳头要转任何一个角度然后把它给收进来，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胸口啊给推开来，从这个地方推开，
那推开之后的话呢，就手臂的话呢，可以稍微的把它打平一点点，然后旋转180度啊，这个惊喜感是很够的。再来的话呢，收拾这个人头，再来我们就收拾一下这个龙头啊，直接由后往上啊推过来到这边就行了。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呢做一个解决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拉开啊，拉开。那这个地方是没有打铆钉的，有时候还是容易掉的。拉开之后呢，这个部件呢就可以把它给翻出来了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黑色红色的一个组合，然后呢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推开来，这里推出，这里到这边啊，组合好。那么这个就是待会龙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态，大家就在这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要先扣，这里好像也是可以吧。那我们先把这个腰部呢旋转180度啊，这个腰转180度是必要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的建议吧，这个干脆先把这个腿的话呢到这把它给放下去，然后呢这里的话呢就一样反折回去原来的位置，这样到这边到这里，这里是一样的，直接包覆上来。我先把上半身呢大概的给固定住啊，这样以免下半身在变形的时候一个各种松脱啊。待会的话呢你就会见识到什么叫做，就是我本来要说什么什么他妈的惊喜，但它真的很惊喜了啊。这个脚的话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话呢先把这个部件给往上翻折上来，就直接反折就可以了。再来的话把侧边的这个尾巴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锁扣在这里，你稍微把它推一下就会冒出来。松开之后，这里因为这个部件本来在这里已经解开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翻出去了，从这个地方就把它给翻出去。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松开尾巴，先松开，这里松开，然后往外打出去。好，到这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腿往上折，但是这个折法是这个样子啊，各位看一下啊，它的大腿是一段，这里还有一段，这里一段里头隐藏了一段。那我们在折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把这个腿往上翻，这一块大腿的部分是往斜下大概45度角左右，然后里头的这一段是跟身体是平行的啊，大概是这个位置啊，各位记得这个位置啊才是我们正确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式。好，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先把这个尾巴先往后面推过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两腿做个合并啊。刚刚已经我跟各位提过了啊，就这个大腿跟这里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位置大概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上面做一个组合，这样子扣上去。那除了说这里两侧灰色的小凸这里组合出来去扣这里之外，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个红色的洞，红色的洞就是要扣这个地方有一个灰色的凸啊，从这个方向从这个位置把它给扣上去。那我们刚提过了，这两个大腿的主位置的话是斜45度角，然后这两根的话是跟身体平行，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掐下去，掐下去到这里啊，你看它的位置呢就会非常的接近了啊。这里的话呢第一次变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容易去掌握到，你可能会扣半天扣不到啊。那在这里的话我就给各位做个解说了，你看里头这两根是跟身体是平的，然后45度角的是大腿原来那个大腿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尾巴合起来，那最后这个部件翻折上来到这边到上面来，这里是一样翻折，里头有个金色部件翻出来到这里，然后呢两侧的话呢去做一个这里简单的一个小组合啊，它就是要往上扣，你看到这里有两个红银色的凸，它就是要扣这里，这里面有两个灰色的小洞，这样的就把它往前，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是一开始腿的那个位置，就是我说要往侧边抠开的那个位置啊，就是这里也要扣上去，这里是要利用一点塑胶韧性就卡上去了，两侧结合一下。那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咬合到位，有时候会往前面推差一点点没扣到啊，这样扣上了，这里再捏合。这样一来的话呢，原本就是松松垮垮的这些部件呢 基本上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全部都组合在一起了，也同时的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淤泥的一个变形过程。但是呢它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的一个武器啊，这个武器呢刚好可以收在这下方有个空洞啊。那么空洞的话呢就是扣这里有两个洞，那扣的时候我记得是如果你发现扣不进去啊，就是你扣反了，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
啊，这个金色的这个部分是朝内啊。如果你反过来扣，可能这个 to 跟 now 呢会扣不到位，因为这个地方会干涉到。那无所谓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 SS 八十六号恐龙小队当中呢最有重量感的淤泥，从机器人呢到一个腕龙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龙形态，我自己比较满意啊，基本上呢包覆的程度算是挺好的，从上方来看没有什么大破绽了啊。那底盘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比较空洞，但是也不显眼，武器的收纳在肚子的正下方，有比没有好。然后螺丝钉在这个方向，可动的话呢，尾巴是没有可动的，然后脚是前后动啊，这个地方外摆内收也是有的，膝盖可以动啊，但这个地方会破开。那这个前肢的话呢，就只有这个根部跟末端这里。那头的话呢，这个太猎奇了，这个头的话是上下啊，这里可以动，头可以打开，然后左右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旋转。那么在合会的话呢，是说那里头呢是有一个可以发射火炮的装置啊，里头啊确实也是有做出来的。那牙齿跟嘴巴没有做分色，都全部都是金色的，可以看到上方火派的标志，还有这个有点金属蓝，但是应该是这个比较塑胶蓝吧。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宝石蓝了，没有那么漂亮。那整个金色的光泽过渡还算好看，那么分量很大，这个玩具的话呢，说是 L 级是不过分嘛，大概有 2.5 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这么大。那么相较于人形的松垮，这龙形就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分数可以再高一些。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先前的这个三角龙，两个分量也都是还可以啦，但是我感觉的话是扎实的程度可能三角龙可能再好一点啊，毕竟它东西全部都塞在一块了啊，这样大小尺寸是如此这般。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忘了他们的这个老大啊 Grimlock 钢索，那放在一起它跟钢索的长度来讲的话呢，是雷龙还是稍微长一些一些，但是以高度来讲钢索是表现比较好。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淤泥啊，就是在于它的人形实在是有很多的一个松弛的一个零件，非常让人觉得不爽啊。那变形啊，应该是这三款里头的我个人觉得是最难最有挑战性，但是也不至于非常刁钻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非常棒非常棒。但是松弛的这个零件呢，导致于它的变形手感呢并不是很好。那么龙形的表现呢很棒啊，甚至我觉得吧，如果以恐龙的形态来看的话呢，它可能是这三款里头我觉得它是最好看的。那钢索的话呢，就有一些小破绽比较多，那三角龙大家排在中间吧啊。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玩具我也不知道是好设计吧啊，但是做工呢真的是把它给毁掉了。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